大家好，我陈 A， 那我们是 EA 的时候了，对的，哎，酷奇，哎，哥哥酷奇，哦，好，不对，就是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就是说我最近啊，就是头发有在用这个油。但其实这个油的话，其实就是它是擦脸或身体用的，对。它是 multifunction 啊，所以它是按可以推身体，也可以就是推脸或是推哪里。那我是最近的话，我是把它拿来擦我的发尾这样子，对。然后擦了发尾之后，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还没败耶，就是觉得就是。比较不会打结。那我之前的话，我刚开始试用的时候都用很多，所以整个头都油，然后也感受不到什么，就是打不打结的问题，就是整个都油掉，所以完全无法有任何的就是感受。那现在的话，就是我现在改成少量多次慢慢上这样子，就觉得就是很就是变得很不会打结了，因为我的头发是。我没有染，没有烫，然后有稍微微微一点点的自然卷，对，然后很毛就对了。然后呢，就是头发很健康，然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特别的会打结，然后特别特别会静电。我是那种连夏天都有办法头发静电的人，然后冬天的话我就是整天电到自己的那一种。对，那我现在用的话，就是觉得就是真的打结的状况就是改善非常多。对，那所以就是想要这个好像是我好像是不是之前就是网络上有很多人在疯团购，然后就是保养头发的油是什么奥勒冈油还是什么，然后它这个也是奥勒冈油，然后之前团购好像是团购韩国的，可是我这个是。法国的牌子，然后这个是就是，总之就是跟亲友买的这样子，请亲友就是代买。对，那如果说有想要买这个牌子的话，就是自己去找好不好？对，不然的话会就是有一种就是植入性行销的感觉。好，总之我只是要分享说，哎，这个擦这个油在这个发尾这里这样子，真的会比较不那个。就是不打结，所以觉得还蛮开心的。对，还不错吧，我头发真的蛮健康的。但是我最近啊，就是近几年近两年左右吧，一直疯狂的在长白头发，真的很痛苦。也就是说，就是年过35之后就开始长白头发了，然后今年是37嘛，就这两年真的是白头发非常非常的多。对，现在搞不好我这样随便一翻，搞不好一吸就啊有，你看白头发在这里，干，对啊，反正就是白头发就是妈的很多。好，老了真的要服老。好啦，以上结束，拜。